我今年15岁，来自涞源县南马庄乡小关城村。我家有我、我哥、我爸、我妈。我哥和我妈是残疾人，不能说话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老婆孩子都是那我残疾，我那常年有那啥，我静脉曲张病，出也那打不了工。我种这些地，就种我玉米、白菜、我土豆。啊，种玉米换的那啥，啥白面大米。有时吃的吃我也要我吃玉米，吃的我玉米面。出来我有的活那啥干的，出去给人家那啥，扛个什么头什么的，给人家那啥上地里拔个草什么的。盖房有那啥啥姑娘那啥那啥干的。每周一要坐公车去学校。我们学校会有些微机课，微机课我们是次我们最想上的课，可以玩电脑，但是电脑没联网。我们班55个人，电脑室的电脑有时候它是，然后需要两人用一个，用一个的时候就是两个就是闺蜜，然后用一个挤一个凳子。现在成绩还行，名次班级排名35。就是你可能要更加努力学习，然后高中3年学习完之后，你可能才能考个大学吧。上了大学之后，你的出路可能会更好一些吧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。是那么花的少，就在家头在闺女娃念书，那啥给他拿。我希望他那娃那好念书，念书书来他那啥是负担很轻的。老了就是靠他呗，靠他养我们呗。